第十三题，皮卡丘最后在紧急关头发出大绝招十万伏特，成功打败敌人，救了小智与伙伴们。请问有关于电源十万伏特的意义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电压的定义 V 会等于 Q 分之一，那么如果有一库仑，然后呢有一焦耳的能量，我们就称为电压一伏特，一伏特就是一库仑一焦耳，所以十万伏特就是一库仑有十万焦耳。所以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有关电源十万伏特的意义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每库仑电量可提供十万焦耳的电能。